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安。好久不见啊，刚好上个礼拜我们跟着师长到斯里兰卡访问，那师长是接受斯里兰卡总统的邀请因为总统呢对于师长在国际间促进宗教团结化解这世界的这些冲突危机这些行持风范斯里兰卡总统很佩服所以才有这一次邀约我们托师长的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这一路上也是非常受教育受启发应该算下了飞机就开始受教育了包含一下飞机他们每一个服务人员机场的服务人员很亲切一看到我们就给我们问候当地话叫 Are you born? 就是祝你无量寿的意思而且每一个服务人员的眼神呢，很亲切很真诚一般在大都市里面这种眼神不容易看到所以这个真诚是很可贵而到了休息室因为我们这一次跟着师长去呢是总统的贵宾所以行李都是人家帮拿好的一下飞机就可以到贵宾室休息这种礼遇诚惶诚恐得要好好学习才行了不然想吃福越想越愚痴就麻烦而且我们这几天在路上都是警车开道总统的贵宾那当在贵宾室的时候当地的一位法师叫宝光法师来接待我们结果他一开口就讲了标准的普通话他在台湾已经十年所以这个华文讲得很好一点都不陌生而这服务人员一看到他呢马上拿很洁白的白布铺在椅子上面才请法师坐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他佛弟子有76%左右所以对法师就是他们学习的老师特别恭敬都要先铺了白布然后请法师坐然后跪下来给他问安所以这个是我上的第二堂课他们尊师重道那坐着游览车在路上望着窗外看到小朋友下课了那是应该是小学的孩子他一看到你在车上他就很亲切跟你打招呼很欢迎你包含初中生也一样所以我看到这初中生这么热情跟我打招呼我真的是诚惶诚恐为什么呢觉得现在这些初中的学生都比较酷十个里面有八个拿着手机在那里玩可是这个国家的初中生呢这么亲切那他的整个表情都很天真
很善良。后来我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原来啊，他们的学生从小啊，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啊，上课以前呢，都带着孩子做三规五戒，每天啊，然后每一个礼拜天，孩子都到附近的佛寺啊，上半天的佛陀教育的课程。我们是二号到啊，四号早上我去参观其中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哦，佛陀曾经在这里讲经过。哇，站在佛陀曾经走过的地方，而且种了一棵菩提树，我捡了几颗叶子回来，缅怀一下佛陀的慈悲，佛陀的诲人不倦。三千年过去了，他们这当地的人呢，都非常尊重佛陀。我们看那一天好多成年人呢，都在这个菩提树旁边呢，佛舍利塔旁边呢，都在那里读经。其中有一个妇女在读经啊，我赶紧叫旁边的同仁赶快拍照，因为他那一个佛经啊已经念烂了，哇，都已经那个都不知道念多少年，都破得稀烂了，可是他很恭敬，还在继续用那一本在读。啊，我们想想啊，现在的华人呢，拥有的经典呢这么多，是吧？每一本都这么新，可是我们得的益处啊，可能比不上他那一本破烂的经书。他是如此的珍惜啊，我们反而太容易拥有了，就不懂得珍惜了。所以其实有福报啊，得要会想才好，不然在福报当中啊，反而容易堕落。那我们去那个佛寺，当时候去学习的孩子有多少人？三千人。我们看得很惊讶，赶快站在孩子面前拍照，因为背景是三千个学生。大家想一想啊，礼拜天，这些孩子没有去玩耍，没有去打网吧，全国的孩子都到佛寺去接受半天的佛陀教诲，这一个地方的孩子跟其他地方一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感觉啊，这个国度啊，确实啊有圣人的足迹，圣人的教诲啊，教化这个地方几千年不衰啊，而且还保有原始佛教，他们的寺院都是教学，不是做金忏佛事。后来我们了解到最感人的是他的总统，一国之总统啊，非常虔诚学习佛陀教育。他的总统生日那一天，大家想一想，一般国家这么高的官员啊，生日那一天干什么？啊，我们生日那一天干什么？反正一般有才有势的人生日那一天就要去 happy happy 了，是不是？去花好好花一点钱呢。总统早上六点到佛寺供生，拿出他自己的俸禄啊，供养寺院的僧众，那代表对这些讲经的法师老师非常恭敬。生日都是这么好学，这么尊重法师，那上行下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们
这个国度的百姓啊这么尊师重道。好，就先讲这几点就好了啊，我继续讲下去啊，今天了凡四训啊，其实先刚刚讲的也是了凡四训，为什么？我们刚好讲到积善之方嘛，啊，前面举了十个善行，接着要判断什么才是正确的善，哦，后面有十个行善的纲领，啊，大家记不记得这十个纲领里面，啊，有与人为善，怎么透过自己的行为带动别人行善？那这个总统做得很好啊！啊，敬重尊长，尊重家里的父母、长辈啊，学校的老师、单位的领导，都是敬重尊长。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做啊，哦，包含对人非常礼敬啊。我到饭店刚进去坐电梯啊，结果要出电梯啊，我就请对方，刚好另外一个男士跟我一起坐啊，我就比这个手势啊，因为我英文不怎么好啊，只好用肢体语言啊，请他先走。然后他很坚持要我先走，因为他看我是外国人哦，他是本国人哦，他就非常礼敬客人，一定要坚持要我先走哦。那到饭店去啊，见到每个人他都会跟我打招呼，很自然。所以大家下一次要出国旅游啊，建议大家可以去斯里兰卡啊。我帮大家调查了一个讯息啊，佛陀诞辰啊，那一天开始啊，有14天庆祝啊，不是有14天呢，全国戒杀，不可以杀生。然后呢，那一个礼拜左右哦，全国庆祝佛陀诞辰，你那几天去哦，吃东西都不用钱啊，他很热情招待你，只要他拿给你，你要吃，你不吃他觉得你瞧不起他哦，他这么热情你还拒绝他，好啊，农历啊，差不多4月8号那个差不多那个时间，好，你们好好打听一下，好，去那边真正的啊，去体会啊，3000年前的圣人，他的德行影响到3000年后的国度、人民啊，这个所以令人感动啊。那佛陀一生的价值啊，也值得我们学习。哦，好。我们讲的这个积善之方啊，了凡先生用心良苦啊，先举了十个例子，增强我们的信心。哦，我们这一次去也是增强信心，增强什么信心？这个世界很有希望啊！为什么？斯里兰卡呢，宗教团结。他们也有基督教，也有是伊斯兰教。结果伊斯兰教的长老说，就是因为佛教把国家治理的安定啊，我们才能够在这一片土地上好好发展。哦，那代表伊斯兰教跟佛教处得很融洽啊。啊，其实这个就是佛陀的身教啊。我们都知道进佛门有四大天王哈，那个四大天王本来是印度教的护法，
哎，你看佛教心包太虚啊，佛陀在印度教化，就把他当地的宗教整个融进包容进来，甚至是提升了他本来的这些民俗宗教。所以我们看到，哎，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也就对宗教的团结有信心。对圣教教化啊，这个地方老百姓啊，哎，善良，而且啊，没有天灾啊，他们也没有地震，也没有台风啊，所以我观察到。除了马来西亚没有地震，没有台风啊，现在还有一个斯里兰卡，他也很少有天灾，所以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所以天灾多的地方啊，不能怨天尤人了，还得从心地改过开始。好，那。十个例子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九个，是吧？啊，今天跟大家再讲这个最后一个啊，家善之利之父，浙江嘉善有一个人啊，叫资利，他的父亲呢、啊，在当官的时候呢，违刑房吏。在监狱里的刑房当书办，有求无辜现重辟。有一个囚犯，他是无辜的，但是被陷害诬告了。重辟啊，就是被判了重刑啊，像死刑这样的情况，亦哀之。这里看得出来啊，读书人接受孔老夫子的教诲啊，都有仁爱之心。人积己积，人逆己逆。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被判死刑啊，除了他陷入绝望以外，还有谁会痛苦？他们全家的人，爱他的人都很痛苦。所以亦哀之啊，欲求其身，希望能够啊救他一命，平反他的冤狱。这个囚犯在绝望当中啊，感受到这一位官员的善意、仁慈啊，他想这是他的一线光明了，求欲其妻曰。这个囚犯刚好有机会啊，他的太太来看望他，知公嘉义。这个知公啊，他非常仁慈善意啊，希望帮我平反。但是啊，很惭愧啊，我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愧无以报。明日言之下乡。明天呢、啊，你邀请他呢到我们乡下来，啊，如以身试之，彼或肯用意啊，则我可生也。啊，然后你接待他的时候啊，你就告诉他呢，啊，要改嫁侍奉他，这样子啊，他可能会更用心的。来念在这个情分呢，啊，来办好这一件事情，那我可能还有生还的机会。大家看到这里啊，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当丈夫的也有点夸张哦。但是我们在看这一些故事的时候啊，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一个人已经。几乎快绝望没命的时候，他才会啊出此下策啊。
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一个为人父母官的人，能不能想到他现在的百姓有多少人的人生是濒临绝望的状态？他假如想到这里，他会竭尽全力啊，去救护他。反而对方出这样的下策啊，更能感觉到他的恐慌，他的无助。这个是善体对方的心情啊。我有一次啊，听到一个官员讲一段话呢，也很感伤。为什么呢？人家问这个官员，哇，你这个地方的大学生啊，自杀率很高。在大陆啊，独生子女呢，这一对夫妻就养了这个孩子，养到18岁，养到22岁，他费了多少苦心？就这么一个孩子哦，他大学跳楼自杀，你看他的父母，他的家人以后日子怎么过，是吧？你能感同身受啊，都觉得要用最大的努力阻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件，不愿意它再发生。而这个官员被访问，哎，你这个地方大学生自杀率很高，这个官员说，我们的这个比率哦，比起很多国家还算低的呢。哇，你当一个父母官，你看到什么？你现在看到数字啊，你没有看到受害者的痛苦了啊，甚至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数字是会越来越高，还是要赶快把它阻止下来呢？所以我们看这么多故事里面当官的人，我们感动啊，古代这些读书人都明理啊，犯人没饭吃了，宁肯自己饿肚子啊，赶紧煮稀粥给犯人吃啊，舍己为人啊。好，其妻弃而听命，他的妻子也觉得他们的家走到这个地步了，也没办法，只能出此下策了，也顺从丈夫的意思答应了。极致隔天呢，资公到他们家呢，妻自出劝酒，他的妻子啊非常热情的款待，具告以夫意又把他丈夫的意思啊转告给资公，资不听这个不听就是断然拒绝，而且啊还是尽力的帮他平反，所以足为尽力平反之，洗刷了他的冤情呢，求出狱。夫妻登门叩谢曰：“这个囚犯出狱之后，夫妻一起啊登门叩谢之公，救了他们家一命了。”然后啊发自肺腑的说道：“公如此厚德啊！”晚世所惜呀。我们看当官的人叫公务员，他们得到国家的信任，得到人民的信任，他们领的是国家纳税人的俸禄，应该尽一份道义啊，爱护好百姓啊。从这里我们都看得到啊，
中华民族的人民啊，非常善良。我们公务员服务好老百姓是应该的咯，可是我们做了一点呢、啊，老百姓感激的不得了嘞。我这一次8月份去云南，云南省政府办了3年的道德论坛，听课的大众啊，每一次都有1-2000人以上，这3次加起来应该有7-8千人。哦，他第一次办的人很多，因为还这个昆明以外，大理还有分会场啊。今年好像分会场还有2-3个，所以受众应该有7-8千人。当地啊，有一位官员啊，他是宣传部啊思想道德处的处长。啊，林处长，他说他本来啊，他那个部门啊，门可罗雀啊，很少老百姓来找他。可是他办了论坛以后哦，门庭若市，哇，他的办公室哦，常常很多人来，很热闹，而且是老百姓提着钱呐、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再要办这样好的课程，我们出钱。他很感动啊，他说这个是我们官员应该做的啊，才做了一点点，百姓这么支持我们。哦，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记载的故事啊，都体会到，就我们这中华民族啊，这些人民啊都很善良啊。我说，而一个官员，你有仁慈之心啊，你能感动多少百姓，你能改变多少百姓的命运。所以公门好修行啊。哦，您看范仲淹。他在当官的时候提拔了多少人才，这些人才往后又利益了多少人民。所以这个囚犯出狱以后啊，等于是知公对他有再造之恩，公如此厚德，晚世所惜啊，是这个世间啊太罕见的人品道德。我们读到这一句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学了了凡四训以后要真干，你的亲朋好友哦，跟你相处一段时间都会说啊，公如此厚德，晚世所惜。哎呀，在这个勾栗时代啊，还遇到你这么有情义道义的人啊，我真的很感动啊，真的这一生呢、啊。没有白来了，能交到你这么好的朋友，哦，那你也感人至深呢。啊，诸位长辈朋友，你有没有遇到哪个亲戚跟你这么讲话？有没有？还没有，那不行，要真干。哎，好。啊，其实在这个时代要感动人更容易，为什么？现在人都急功近利啊，都自私自利啊，啊，你只要能替人家想，人家就很感动。哎呀，怎么还有这种人？啊，金无子，吾有若你，宋为鸡走妾，此则礼之可通者。他很感佩啊，知公的德行啊，也替他着想哦。哎呀，您都还没有儿子哦，来传承你的家道啊。我有一个弱女啊，就是他的女儿啊，应该差不多20岁左右啊。
送为姬走妾，就送给你当太太，妾就是不是原配啊，原配还没有生孩子嘛，送他做妾，而且用姬走妾。看到这个名词哦，也看到古人的那种厚道啊，讲话很客气哦。啊，让我女儿哦去你们家拿本鸡拿扫把帮你扫扫地可以吧。哎，那不是说嫁到你们家去做贵夫人，不是。哎，送给你做扫地的好不好。所以你看古人这个谦退啊，都在言语当中啊。你比方说介绍自己的太太，贱内，大家不要误会哦，贱是自己啦，叫贱内啊，我这个贱人的内人叫贱内啦。哦，不然呢这个太太要抗议了，这么难听，那是自己谦退啊，称自己的孩子啊犬子，是吧。好啊，称别人令尊令堂。哦啊，这样哦应该礼上讲得通了啊。啊，因为我要报答你的深恩啊，你都不接受啊，可是你都没儿子啦，那我把我的弱女嫁给你，这个在礼上应该讲得通了。接着你看，知为背礼而纳之，知公接受了，但是非常恭敬对方，哎，对方变成他的岳父岳母了，他心里有没有说，哎，我救了他一命，哎，我很有功劳，哎，你看痕迹都不露，对人都是那种爱敬的心，须臾不离。哪怕是嫁给他做妾，他都恭恭敬敬的把他迎娶进来，背礼而纳之，同样感谢这一对夫妇养育女儿的辛劳。哎，哦，所以古人在做他应该做的事，绝对不求图报的，甚至痕迹都不露，不放在心上。真利，哎，这个妾呀，生了知利先生，弱冠中魁，弱冠就是二十岁啊，考上举人，官至翰林孔目，他做官做到翰林院的书记，利升高，高升禄。皆共为学伯，他的孙子高曾孙禄啊，共为学伯，就是学问很好啊，保送国家的大学读书，然后又之后呢派到官办的学校当老师，这叫学伯啊，官学的老师。入身大伦登第，这个已经是他的第四代了，又还考上登第，就是考上进士。好，这个是救护无辜的人啊，给人再造之恩呢，得到的好报啊。接着经文讲，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矣。这十个案例啊，虽然所做的事情情节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存心呢，都是真心真意，全心全意去帮助人，毫无保留去做。而了凡先生举这十个例子啊，大家注意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他们浙江嘉兴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
而且都离他们很近，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人这些故事，这样子会给人很强的信心。所以以后大家要劝人行善，要多收集故事。而且你走到哪里要收集那里的故事。你到中国大陆去分享，你就要收集中国大陆的故事。你不能到中国大陆去啊，每一次都说啊，我们马来西亚的什么什么故事，听起来感觉有点距离感。处处都可以看到了凡先生的用心。他举这些最近距离最近的例子，时间最近的例子，很有公信力。好，大家起了对行善的信心呢，接着要懂得正确的判断什么才是真正的行善。不能你觉得行善，可是事实上反而是在造罪业都有可能。所以先要明理。所以若复精而言之，我们很精细的去判断什么才是善。善的真实意，了凡先生举了八个角度来判断善，则善有真善有假善，有端有曲，有端正的善有歪曲的善，有阴有阳，有是有非，看起来是善，事实上不是善，是非善。有偏有正，有偏善有正善，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申辩，都要深入了解，深入判断。为善而不穷理，一个人行善不通达善的真理，善的真相，则自谓行此，自己觉得自己做得挺好啊，岂知造孽，反而是做错了，枉费苦心无益也，白费苦心啊，自己不受益，别人也没有办法被带动行善。举个例子，曾子是孝子，孝是百善之先呢。曾子有一次在田里帮忙父亲耕作，不小心呢把瓜藤呢给弄断了，瓜藤一弄断整个瓜就死掉了。他父亲看了呢，一下子情绪控制不了，太生气了，拿着那个锄头啊就打他。曾子觉得自己错了，父亲拿起锄头来，他恭恭敬敬给父亲打，结果一打下去他就昏过去了。结果昏了，后来醒过来了。请问大家，假如是你，你醒过来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痛死我了，是吧？爸爸怎么打我这么重，气死我了。我们可能起这个念头。我们跟圣人的距离就在这一念之间。曾子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怕他爸爸担心他的身体。马上一醒过来把古琴拿出来开始唱诗歌，噔噔噔，他爸爸一听啊，没事了，他就不担心了。弹完琴后，还偷瞄他爸爸，哎呀，爸爸不担心了，没事了。哇，被打昏了，第一个念头还是想他爸，没想自己。这不简单啊。
结果这个事情啊，传到孔子那里。孔子说：“曾子不是我的学生，以后叫他不要来见我了。”孔子是在表演啦、啊。哎，曾子说：“哎呀，我哪里做错了？赶紧叫同学去打听一下，错在哪里。”孔子说了：“哎呀。”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大舜的故事吗？那个舜王爸爸妈妈要打他要害他的时候都找不到他一需要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出现了，他马上就去服侍了。那舜王啊，他行孝是非常懂道理的，他爸爸拿小棍子他就接受责罚，拿那个大的棍子他就赶快跑给他追了啊！小仗则受，大仗则走啊！你那么大的棍子他打死了怎么办？会失手啊！啊，真的失手打死了，你的父母不就悔恨一生吗？那你不陷你父母于痛苦于不义？哦，我说你看学校哦，要通权达变，所以你不把这道理搞通达了哈，自谓行耻。哎，我很孝哦，也被孔子骂，岂知造孽？所以，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魅力真哦。因为学的都顺着自己的意思，没有通达了，反而越学越执着，就不好了。哦，所以像这一次我们跟着师长，哦，哎，师长随时在给我们表演啊，你比方我们去拜佛牙啊，到佛牙寺去拜佛牙，哎，师长86岁了，捧着一盆花啊要去供佛牙，哎，旁边的学生很恭敬啊，哎，师父我帮你拿。师父笑一下，我自己拿。哎，内行人看门道的。你看师长，那是他的诚心啊，他要去供佛的人，他这个忙不用你帮了、啊，自己真心去供佛啊。哎，对啊，学生很恭敬啊，但是他用微笑回礼，哎，他还是恭恭敬敬自己拿着鲜花去供。哎，吃饭的时候，哎，学生很恭敬啊，特别端菜上来要给师长吃。啊，师长笑一笑啊，哎，我吃这个就好了，我吃这个就好了，就吃人当地法师提供的这些餐点。哇，老人家都吃他们准备的哦，人家笑得合不拢嘴。啊，又有一次师长很多年前呢，印度教请师长去吃饭。印度教啊，用手吃饭呢、啊，直接用手抓。啊，人家师长很自在啊，跟着吃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护法，大护法，在那里表情很难看，哎呦，好脏哦！那个表情就把人家的诚意都给搞砸了。那个是添乱哦，所以你看随时随地都是离这个执着的习惯，离这个相，体会到别人的真诚心，跟人交心了。师长带了很多尊贵的礼物啊，像佛像啊，西方极乐图啊，这些珍贵的礼物啊，送给啊，很多学校寺院啊，结果这个寺院呢，就送师长啊，钵，托钵的那个钵啊，哦，还有袈裟。哎，师长接了袈裟，隔天师长上台讲经，穿了人家送他斯里兰卡小乘法师穿的袈裟，
他把我们中国大者的袈裟脱下来，穿着人家送他的小乘袈裟。哇，你看他当老人家走出来的时候啊，你看他所有这些当地的出家人高不高兴？真的，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我们在旁边的学生，哎，师父去哪里了？去了，又换了衣服了，一下子认不出来了。好，哦，所以这个行万里路啊，除了学习这一方啊，上到总统啊，下到人民的德行之外啊，哦，还要看我们师长老人家处处的表演。哎，接着呢，开始啊分析啊这八个角度，何谓真假？啊，怎么样的情况叫真善？什么情况叫假善呢？举例子，习有儒生数辈，有读儒书的读书人呢，啊，好几个人呢，叶中峰和尚啊，他们去拜见浙江天目山的中峰和尚，这是一位啊得道的高僧啊，就请教他，问曰：“佛是问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而家门隆盛，佛说无稽矣。”佛家的教诲说道啊，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行善一定得善报，行恶一定得恶报，丝毫不爽。可是今天这个人行善，可是子孙却不兴旺，子孙还有灾难。某一个人造恶，可是他现在家里还这么昌盛呢，还当大官，哎，佛说无稽矣啊！佛讲的好像没有考据哦，跟事实不相符合哦。好，这个代表啊，这些读书人呢，已经起了疑心了。但是可贵在哪里呢？这些读书人有疑心。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确意。我们现在人呢，不一定有以前读书人的态度。现在呢，自我成见很深，啊，自己看了什么就下判断，然后就开始去讲。啊，哎呀，那些道理不对啦！你看我看的就是这样啊，哇！把人家对圣教的信心都破坏掉了，这个叫造口业哦。所以自己有疑哦，不能把那个疑又去感染很多人，要去请教明白人才对。哦，啊，不然你误导了别人，让人失信心，断了人家慧命啊，这个口业就很重了。哦，中风云。中峰禅师讲了，凡情未敌，正眼未开，任善为恶，止恶为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颠倒，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这个高僧呢，都很有威严，马上啊，义正言辞告诉他，凡人的执着啊，产生的俗情俗见呢，还没有去除掉。哦，正眼未开啊，他判断邪正是非的这个能力还没有形成啊，这法眼还没有开，所以任善当作恶，止恶啊当作善，那就变成善恶颠倒了，往往有之。这个在世间呢是常有的事情，不憾己之是非颠倒，
不遗憾悔恨，不反省自己啊，是非没有判断清楚，而反而抱怨上天的报应啊，不公平不正确啊，这样是不妥当的。这读书人听了以后啊，众曰：善恶何自相反？善恶怎么会颠倒错误呢？大师接着跟他讲：令世言其状，那你们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好，我了解看看。一人为利人殴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啊，他说这个读书人呢，讲到了骂人打人是恶，恭敬礼敬人是善。中风云未必然也，不一定。另外一个人又说了：为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贪财乱要钱呢是恶，廉洁有守啊是善。中风大师又说：未必然也，不一定。众人立言其状，这些读书人呢，把他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种种啊，这些所见所闻都提出来，中风皆未不然，都觉得他们的判断不一定。因请问，这个很可贵哦，他们所讲的都被中风禅师否定啊，他们还很谦虚请教哦。啊，应请问，中风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就是他做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才是根本，他的那一份存心才是根本。他去做的动机是要利益人，那是善。他去做的动机是带着他的目的，他想谋好处，这是恶。所以有益于人，你的动机是为他好，殴人利人皆善也。你这一巴掌打下去把他打醒了，你救了他一命了。你骂他把他给骂明白了，骂清醒了，他可能逃过一劫，没有做糊涂事。大家有没有骂人把人骂醒过？大家可不要学传统文化学的都很柔和啊，都看起来像好人。该骂人得骂哦，该呵斥得要呵斥哦，不然就被慈悲多祸害哦。你该呵斥他，你没呵斥他，他越来越放纵就麻烦了。所以佛门有一尊这个护法神叫怒目金刚。你该呵斥他，你不呵斥他，就是对他不慈悲了。好，我讲完，你们可不要明天乱骂人哦啊！骂了可以醒才骂啊，那是缘分成熟。而且那个骂的时候啊，不是发脾气哦，是掏出心来啊，护念他，那种言语是可以感通的。你们有没有骂人骂到流眼泪的经验？有没有？哎，有哦，那个就骂到被自己感动的流眼泪。哎，我曾经有过，啊，我曾经骂学生骂到自己流眼泪了。哦，那还不错了。后来那些学生对我挺好的，那些都是比较皮的啦。哦，哎，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哦，他知道你骂他是为他好，哎，他对你很热情。好，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啊，都是带着目的的，有所求的，你礼敬啊。他人那个都叫谄媚啊，
八戒了，那是恶啊。所以圣贤人看事啊，都从根本，都从心地看，他就不会看错了。是故人之行善啊，所以说啊，人行善呢，标准在哪呢？利人者恭，都是利益人的心啊，是无私的恭心，恭则为真啊。利己者私。做这一件事情是为了利益自己啊，是自私，私则为假。哇，那真假就从公还是私判断出来。又根心则真，习机则假。你是发自内心做出来的，这是真，根心则真。习机则假，你是做个外表样子给人家看的啊，不是真的是这个心啊，甚至于是有人在的时候都做给人家看，没人在就不一样了，这习机则假。啊，有一个读书人呢叫于都，他一生行善呢，到49、47岁穷困潦倒，一生行善哦。还结文昌社哦，听文昌帝君的教诲，戒杀放生，还习制止，还戒邪淫，戒口过，做了一辈子哦，穷困潦倒，他很埋怨上天，最后赶来灶神爷告诉他，你意恶太重，念头啊，邪念歪念太多啊，所以人一动邪念哦，就损福报呢。啊，专务虚名都是做给人家看的，做表面的啊，就点出他的问题啊。说从这里我们看，习机则假啊，读书人重在表里一如。言行一致，又无为而为者真，他无所求，自自然然去行善，这是真。有为而为者假，带着企图去做的人，这个是假善，皆当自考，都要自己好好去观察体悟啊，就能通达明了，就知道怎么行真善呢？接着第二个角度，何谓端屈？今人见景愿之事，内称为善而取之。啊，现在的人呢，见到景甚啊，非常唯命是从、恭顺的人呢，哎，觉得这个人脾气很好呢，从来不大声讲话。景愿之事呢，哎，都会称赞，哎，这个人脾气很好，很有修养，啊，都觉得把他当善人看，啊，都觉得要效法他，内称而取之。那圣人则宁取狂眷，圣人反而觉得什么样的人才好呢？狂眷之人，狂者是什么呢？有志气，进取，该做的事，哪怕身边的人都反对、误解他，他会义无反顾去做。但是客客气气的人，他就不敢做了，谨慎，怕人家讲他，怕人家批评他的人，不敢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呢，他有勇气承担，这叫狂眷之事。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一个团体里面呢，还有一个人一直在犯错，没有人去劝他，没有人去点出他的问题。这个情况啊，现在在团体里可能出现，
啊，别人错了不劝呢，有失道义呢，是吧？啊，他就很客气呀、啊，哎，不好啦，我跟他讲，他不接受怎么办？哦，他到时候误会，好像我对他有看法，哎，不要讲了啦，不要讲了啦，啊，随缘呐、啊，随缘呐、啊，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良亏。你不去劝谏自己的本分，就没有尽道。当然，你劝的时候，态度场合要对，啊，归过于失事这些啊，要设身处地。但是对方一直错都不告诉他，这个就没有道义，这就警怨之事。哎，慢慢的哦，别人的错都不讲啊，这个团体会变得是非不分，而且做错的人哦会越来越。放肆，他都没有人去提醒啊，去劝告他，这样就这种风气就不好。所以一个团体最可贵的是大家都很正直真诚哦，不是表面客客气气啊，该劝他都不劝，不是这样哦。所以狂者敢作敢为，倦者安分守己，很有原则，不随波逐流，不随顺世间错误的风气。烂好人哦，有时候就会随流。烂好人其实也算是警怨之事。好，我分析这个警怨之事好像分析的比较长的时间哦。因为我以前就是这种人，所以比较清楚这个状况，所以讲出来忏悔忏悔，人应该要正直，不要学传统文化学到一个表象好像看起来很有修养，看起来都不发脾气，跟人家都柔声细语，这个学到一个好字啊，死在这个好上面了。为什么？为什么是死在好上？人求一个好哦，其实已经有名利心了，已经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了，这个就已经在心已经被这个名利心给障碍住了。好，当然，我现在都比较敢讲。不过假如我有讲你们讲的那人很痛苦难受的，拜托告诉我一下，我会向你忏悔，我不能从这个不急一下子又太过了，不行。所以这里讲到呢，所以一相皆好，一般世俗的人他判断没有办法看得这么圆融这么深呢，他就觉得哎呦这个人都没发过脾气，哦这个人很好啊，一相皆好。但孔子而必以为德之贼，他没有一种道义，没有一种去树立是非善恶的勇气，他无形当中在让社会风气堕落，所以道德的贼呀、啊，无形当中就把道德啊给偷走了，给败坏了。所以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一般世俗人判断善恶有时候跟圣人是相反的，因为一般看表面多，看眼前多，圣人看的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啊。所以推此一端，种种取舍无有不妙，从这一个角度来判断，可能种种事理的取舍都有所违背的可能了。这个谬就是违背了，违背了真理了。所以天地鬼神之福善祸影，
天地的这些真理祸福啊，皆与圣人同是非，跟圣人是一样的，而不与世俗同取舍，不会随着时代这些风气而改变。所以真理啊，它是不会因时空而改变。所以凡欲积善，绝不可寻耳目。所以人要积德行善呢，绝对不能呢是顺着世俗的眼光去做。你看现在世间的一些说法很奇怪。我听一些长者讲话，哎呀，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管不了，有没有道理？讲这句话，谁听了你就有罪过。那个人一听啊，对了，我也不要管了啦。那每一个父母长辈都不管小孩，不天下大乱，是不是？所以我们嘴巴不能乱讲话，讲错了都造罪业。所以谨言慎行。从今天开始 ,right now, 只要每一句话要跟经典相应的话才讲，不可以胡乱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哪有当父母长辈的人不讲不教的？那个孩子他的人生都是非善恶都分不清楚，你不教他谁教他？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做人啊，甚至谈了个女朋友带回家里来，家里的父母还当作没看到。阿弥陀佛，真的呢，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你的孩子的福报都在这些行为都折光了。第一条，败坏社会风气，这一条就不轻。第二条，他根本就不懂做人的分寸，这孩子堕了一胎，堕了两个胎，你说他还有福报吗？当父母的不教啊，还有的更颠倒，我儿子带回来这个女的长得不错呢，真有本事啊。哇，所以啊，不与世俗同取舍啊，绝不可寻耳目啊，真理不会变啊。还有人讲的更夸张的，哎呀，反正哦，我都有退休金了啦，我儿子不孝顺我没关系啦，有没有道理？这句话造的罪业啊 ，computer 都算不了，电脑都算不了。他这个话在提倡人家不用孝顺啊！拜托啊，你有这个福报，人家其他的父母有吗？你有退休金，人家有吗？啊，坦白讲，那退休金哪里来的？纳税人缴的钱呢？啊，你都不提倡孝道，以后纳税人说，老人就让他自生自灭吧，不要给他钱啊，你的退休金从哪里来？现在人讲话都不负责任的，都不用大脑思考。你现在不教孩子孝顺了，以后你的养老金从哪里来啊？好，讲这一段比较激动，也要关照自己有没有动情绪啊？动了情绪也就不是真善。好，所以唯从心为隐微处，默默洗涤。一个人要判断自己是不是真行善呢，都得从心地深处，
默默洗涤啊，就是默默啊，常常观自己的起心动念，错了赶快转念，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不简单哦，念头不对了都能承认，就是不自欺，就是知耻近乎勇。有勇气的人就一定可以突破自己。存是济世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昧世之心则为躯。我们在济世利人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利益人的心，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济世之心则为端，非常端正。苟有一毫，就是这一个态度当中夹杂了一丝一毫的昧世之心，即为躯，就歪曲掉了。为什么一毫就是歪曲了呢？因为这一丝一毫的邪念，它会扩展扩展扩展，最后你这个善就完全偏掉了。而这昧世就是呢，有谄媚，有所目的，有所求的心，就不是端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出去做义工，哇，做得很卖力，回到家里都这个脸色很难看，好像看家里的人都不高兴，出去了都非笑脸很灿烂。大家想一想，家里的人受不受得了？请问这样的态度里面有没有昧世之心？为什么？哎呀，我去做人家就赞叹了，哇，好了不起哦！哇，越做越高兴。回到家里做老半天也没人赞叹，还被人家批评，就看到他们就不高兴。那这个行善当中啊，都有求别人赞叹的动机。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在给学员打电话，哇，那个讲电话的时候好像对方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亲人，特别亲切，服务做得很好。这个电话一挂下来看到同仁的时候脸色很难看，很凶，所以身边的同事一看到他都受不了。跟别人讲话这么甜蜜，跟我们讲话态度这么凶。结果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抗议抗议。还好没有贴白布条。结果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大家都是成年人有时候讲话不能太直接，我怕伤了他幼小的心灵。我是跟他讲说，比方你今天在家里面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哇，亲热的不得了，结果放下电话呢就跟你姐姐吵架，你看你家里的人能认同你这个态度吗？跟别人都这么亲，小时候我还帮你洗过尿布，是吧？冰棒都你先咬一口我才咬，现在对我态度这么不好，家里的人受不了。所以这个都要值得我们关照自己有没有昧世之心呢？即为躯。好，包含你所负责的事情对你好的人，你就给他很多方便；你看不顺眼的人，你就
很多工作你就给他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都有媚世之心啊，讨好喜欢的人啊，还没有平等的慈悲心啊。存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屈，没有夹杂丝毫的情绪，这是端。有夹杂丝毫愤世，就是还有埋怨在里面，这就是屈。你说哎呀，爱人会有愤世之心吗？坦白讲，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认我们的亲人还有我们认识的老朋友，有没有哪一个亲朋好友你对他有怨言的？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哦，请受我一拜，你们修养太好了。你心里还有怨哪一个亲朋好友，你对他就不是真爱。爱是没有条件的，是不是？怨从哪里来？有求了吗？有条件的吗？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都还没有给我送个礼？是不是？有求啦，求不到就怎么样？不高兴了吗？有怨言了吗？愤世之心就出来了。所以不要情，不要道。人为什么讨人情？你的付出要求人家回报嘛，人家没有回报你就埋怨他了。这叫愤世之心则为屈，存是敬人之心则为端。真正打从内心恭敬别人，有一毫万世之心则为屈。这个万世啊，就变成对人呢，还有那种取笑。哎，玩弄，那就是轻慢了，不恭敬了。那包含要道，他怎么可以这样？他都学多久了，怎么还没有做到？这就傲慢心起来了。恭敬心没有了，指责别人了，夹杂丝毫这些念头啊，就是屈了。包含这个恭敬不能保持啊，随时可能在一些行为当中啊，我们那个傲慢出现，可能自己没有发现。比方自作主张，哎，对领导哎都是鞠躬，好像很恭敬哦，但是很多事情都没有请示，马上自己就下判断。这个也要皆当细辨，要冷静观察得到，不能自作主张。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很多事情应该禀告父母，就自己先做，那就是对父母的恭敬没有到位。看起来好像要去做好事，不尊重对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南京居美星的叶总，他希望把他一片地还有一栋房子很盖得很好拿出来建传统文化，结果他起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得先跟我太太商量，尊重太太。端，假如他起一个念头，这么好的事情不用跟他讲了啦，他也不能反对啦。那你看是端还是屈？做好事变强势啦，强迫别人要接受啦，
那里面这个愤世啊、万世啊这些态度可能都跑出来了。好，所以这些啊都应该仔细啊来判断。好，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行善要是断，从今天开始不要道，不要请 ，OK。不容易哦，要时时从心为隐微处默默洗涤，默默关照才行。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啊，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你行善了，人家都知道啊，这叫阳善。阳就是呈现出来，大家都知道。为善而人不知，就是积阴德。阴德天报之，你积阴德啊，老天一定会降福给你。阳善享世名啊，你行善呢，人家都知道了。哎呀，都竖大拇指，你是好人呢、啊。名亦福也，你想了这个好的名啊，你也是想了你的福报啦。哦，而读书人的心态啊，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啊，他会很诚惶诚恐啊，我自己讲的呢，跟我做的不一样。我还没有做到我自己讲的，言过其实啊，他觉得是羞耻；同样的，名过其实啊，他也觉得很羞耻。哎，人家这么恭维我啊，肯定我啊，其实我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他想扬善的时候是诚惶诚恐啊，不能想扬善之后膨胀自己就麻烦了啊。人家夸了几句，哎，真的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啊，八风没吹就动，就很麻烦了，自己就给自己卖掉了。所以想好名声也是福报。啊，所以我看到这一句啊，我就很清楚啊，我为什么吃不胖？为什么呢？我德行很差，啊，名气太好，每天都在花福报。花花花长不了肉哦，所以我现在要多积阴德哦，然后赶紧啊，德行要好好提升啊，要名副其实，不能名过其实，想的都是世名啊。所以名者造物所寄，这个名声啊，天地忌讳。你看老天爷天地化育万物啊，对我们有没有恩德？可是老天跟大地有没有曾经跟我们人说，哎，我对你有恩呢，我每天长养你们的生命呢。所以天地对万物无私的付出，从来不要功不要名，是吧？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天地生养了万物，他从来不居功，不要名。所以名者造物所寄，天地都不要名了，我们怎么可以去要名呢？所以世之享圣名而实不服者，多有其祸。他享有很高的名声，但是实质上不符合啊，不相配。他的福报一花光了，往往会有非常奇特的危难。好，哦，哎，所以我现在走在马路上特别小心。哎，想圣名实不符啊，除了小心走路以外，要好好积功累德才行。
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法，阴阳之际为已哉。一个人没有过失，没有犯错，然后呢却受到很多人的侮辱毁谤，他吃不吃亏，冤不冤枉？他只要能够逆来顺受，不计较，子孙往往做法，他积了福德啊，给他的后代。这句话看明白没有？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做法呢。看明白了哦。从今天开始，你过的日子，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人家骂你啊，哎呀，他给我送福报来了，他给我子孙送福报来了。我没有犯这个错，他还骂我啊，他还毁谤我啊，是不是送福报来了？那请问大家，你从今天以后的人生有坏事吗？Congratulations！ 恭喜大家，你的太平日子来了。你只要明理了，你就是太平日子了。OK， 可以哈、哦。我看大家笑得蛮灿烂的啊。好，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